种像你这样跟你一天都割不了一亩，烦死了。我是这样子割，他们可对我木有的。还好意思说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人家割我都是用那个机器在那里嘟嘟嘟嘟嘟嘟的，你呢用那个打磨机台在那里，我按我按的，按了一天晚上都按不完。然后你做事喊出来的响三响四，滚到我家海海耶，难做。农村人就要吃苦耐劳，那别人请收割机是别人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农耕文化，一定要传承下去。快点干活啊！等一下，请你吃个鸡腿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我来，我现在可以很快的。哎，你去打磨打磨。